听说汉口兰陵路有很多好吃的，今天我们就来探探这一家。嗯，刘记三哥，这名字起的。现在是中午11:30。这么小一个窗口，难道有什么秘密不成？偷偷拍一下，看见里面有四个人都在吵。牛肉都是炒好了啊，这个碗装着看着不是很舒服。三口家的牛肉炒豆丝啊，来了。本来想点面的，好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豆丝什么，我就点了个牛肉炒豆丝，先尝一下。这个味非常非常浓，但是它炒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不油腻，它不油腻，不像别的炒粉炒面炒的很油腻。看一下，这就是豆丝啊。豆丝主要在湖北比较多，因为它这里就是用那个黄豆啊、绿豆啊、大米做出来的。今天就到这里啊，下期带大家继续品尝这个兰陵路这条街上的更多美食，下期再见。这个改进了。